运万物之变，创印业榜滚都城，治天下之史，书陶瓷网文滚玉版。上海运城制版有限公司深耕印业几十载，前瞻大势所趋，矗立行业之巅，作为印业发展的基石，前行的齿轮，一直随变而新，知难而强，见证印刷行业的飞升变迁，助力时代的改革创新。宏基始创，俊业日新。上海运城制版有限公司始建于1993年，经过不断裂变，现已拥有近40家子公司，业务从国内辐射全球。回首过往，上海运城开拓进取的步伐自信而坚定。从单一包装板到多元化产品，从年产值百万到破亿，每一段路程都走得铿锵有力。而今再看，上运已经发展成集研发、量产、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型企业，旗下员工人数近2000名，乘风破浪，鼎力创新。为了适应印刷业的快速发展，提高企业竞争力，2008年，上运总公司成立上海运城陶瓷网文公司，专注生产陶瓷网文滚。2011年，成立昆山运强激光柔印制版有限公司，专业生产柔性印版，与陶瓷网文滚生产配套。2014年，上运总公司成立东莞市上运激光制版有限公司，专注生产陶瓷网文滚。2016年，与韩国知名光学模具制造公司 JPE 共同出资成立上海运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，主要研发生产光学滚，进军电子产品显示器光学模材领域。2018年，上运总公司成立山东上运激光制版有限公司，专注生产陶瓷网文滚。专注陶瓷网文滚，上海运城制版，墨层更均匀细腻，使用寿命是金属网文滚的5至10倍，陶瓷网文滚成为市场新宠。上海运城制版有限公司以多年行业版滚研发生产经验为依托，投入巨大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一头扎进陶瓷网文滚的研发生产。公司先后采购世界先进的3英级等离子喷涂系统和激光雕刻机等专业设备，辅以完善的配套加工设备和先进的进口质量检测设备。从激滚加工到激光雕刻，严格控制每一道工序，专业的技术专家队伍和优秀的管理团队层层检验，精益求精，保障每件上运产品的精工品质。宏图大展，日夜有福，以客户为中心，以服务赢得市场。上海运城制版始终将客户放在第一位置，近40个售后服务基地遍布全国，及时的服务，专业的解决方案，全力维护客户的利益，现已成长为板滚行业最值得信赖的供货商之一。我们深信，在业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，我们的业务将不断向纵深发展，为用户提供更加完善、便捷的优质服务。无数荣誉记载着上运人的足迹，无数关怀铭刻着上运人的汗水，激励着上运人奋发图强。上海运城在超越与梦想中创新布置，做不畏时间横流、革新浪潮的陶瓷网文滚供应商。